玲玲、笑笑、月月、哼哼。林可家族守护精灵，睡前讲故事。人家要听这个铃。我讲一会儿，月月讲一会儿。蛋糕的故事，从前，它们都是可爱的蛋糕。讲睡前故事太简单了。夏夏、月月，你们为什么不想讲故事了？我们已经连续五天讲蛋糕的故事了。玲玲，你能不能换一本故事书啊？不要，人家就爱听蛋糕的故事呢。蛋糕的故事，从前。